探索未知的宇宙，发展航天技术，是人类共同的事业。国际合作是航天发展的趋势潮流。在中国空间站研制建设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和平利用、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与多个航天机构和国际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交流与合作。目前与联合国外空司、欧洲空间局共同遴选的多个空间科学应用项目正在按计划实施，相关载荷将于明年开始陆续进入中国空间站开始实验。空间站进入到应用发展阶段后，我们将继续秉承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与致力于和平利用外空的国家和地区一道开展更多更深入的务实合作，让中国空间站的科学技术成果造福全人类。对于其他国家的航天员进入中国空间站开展实验，我们一直持欢迎态度。目前已有多个国家向我们提出了选派航天员参与中国空间站飞行任务的需求，我们与相关方面也正在开展对接协调，同时也在积极进行培训国外航天员的相关准备工作。